张琳，嗯，今年夏天来大姨妈，不要再用普通卫生巾了哟。那用什么呀？普通卫生巾又厚又闷的，多不舒服啊！直呼他家这个高端蚕丝系列的卫生巾哈，现在新品冲销量，你去看才多少钱，特别合适，而且它是属于超薄的哈，夏天穿一点都不会闷。尤其呢是它这个表面布满了桑蚕丝呀，所以摸起来就可细腻了，滑滑的，特别亲肤。关键它里面采用的还是 SAPP 专利的吸收芯体，不仅吸得多还不反渗，用起来就很清爽哈，还不黏腻。我还特意剪开看了一下哈，它是凝绒猫浆的，对女生就特别友好。如果你也追求高品质又好用的卫生巾，趁现在便宜哈，可以多囤点儿。你把凉席铺地上干嘛呀？我这是凉席地垫呐，铺床上铺地上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嘛，所以躺在上面就比躺床上还要舒服，而且底下是一整面防滑硅胶打底的，蹦蹦跳跳啥的也不移位。关键它用的是深山老藤锦觅编织的，就是凉而不冰的感觉，家里有孩子的也能放心躺上面。它这个材质还是防水的，要是不小心弄脏了用抹布轻轻一擦就行，特别方便。四周呢还是带有亚麻布的材质哈，不开边也不翘边，用时间久了也是不会脱线的，这比地毯还方便呀。对呀、啊，要是不用了就跟地毯一样给它卷起来哈，随便找个角落都能放，还不占地方。能把沐浴露做成香水标准的也就只有这个飞狮小铺他家了。我每一次哈在卫生间洗完澡呢，连整个客厅都是香香的，连香氛都不用买了。而且它是属于那种特别丝滑的质地哈，打出来的泡沫也很丰富，就很适合夏天用，特别清爽，出了汗也是不沾身的。你别看这一瓶有500毫升，才25块钱，它可是官旗发货的，还有运费险哈，用起来就很放心。主要是有了它，出门连香水都不用喷了哈，实在是太好闻了。能把洗衣凝珠调成香氛味的也就只有艾瑞善家了。我每一次哈在阳台洗完的衣服，连整个客厅都是香香的。而且现在这个价呢，它到手足足就是140克哈，能用一年了。它还是两种分别不同的效果，像这一桶的话，它是有12倍爆炸盐的清洁力，洗大件被子用这一颗就行了。这一桶呢主打的就是微胶囊持久留香30天的，中间这个是留香珠，还有护衣护色除菌除螨柔顺五大作用哈。主要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好闻了，用它洗过的衣服走出门连香水都不用喷了。而且我还挺喜欢这个盒子的呢，用完之后拿给它做个泡菜也挺不错的。能把卫生巾做得跟面膜一样轻薄的哈，恐怕呢也就只有这个直呼大品牌了。它就很适合夏天用，一点都不会闷。而且你看它表面是布满了桑蚕丝的哈，可细腻了，就特别亲肤。关键它还采用了 SAPP 的专利吸收芯体哈，就是不仅吸得多，而且还不会反渗。我直接从水里拿起来，等个几秒钟的时间它就干了。所以呢，它用起来哈就是很清爽的，一点都不会黏腻。我还专门剪开看了一下哈，它是凝绒猫浆的，对女生就特别友好。尤其是夏天有它穿裙子也不怕侧漏了。要是你也追求高品质又好用的卫生巾，趁便宜哈，可以多囤点。我发现家里有一张能铺在地上的凉席哈，可太方便了。它是带有一定厚度的，所以躺在上面吧就跟躺床上一样，软软的，特别舒服。而且整个用的都是深山老藤锦觅编织的，凉而不冰，家里有孩子的也能放心睡。包括它底下还是有一层防滑硅胶打底的呢，蹦蹦跳跳啥的也是不会移位的。它这个材质还是防水的，要是不小心弄脏了轻轻一擦就行，特别方便。四周用的还是亚麻布的材质，用时间久了不开边也不翘边哈，也是不会脱线的。要是不用的时候就给它这样卷起来哈，随便找个角落都能放，还不占地方。这是你买的毯子吗？我这不是毯子，是浴巾，但是它尺寸足够大哈，你就拿来当毯子用也没问题。人家这个可是杰利亚大品牌的哟，还是做到了 A 类标准的，就是母婴都能放心用的。主要是这面料摸上去真的是特别的蓬松柔软哈，还是不掉毛也不掉絮的呢，用起来就很安心。洗完澡之后你就用它擦干的可快了。它的尺寸是90×1.7米的，就算洗完澡给它围上，刚好能盖住膝盖呢，也不怕着凉了。为了出门在外有面子哈，我老公现在把内裤都换成这种名牌的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他不管是包装还是说这个内裤的本身呢，样式都还挺高级的。它还是这种莫奈尔的面料哈，就很适合夏天穿，特别的舒服透气，冰冰凉凉的。尤其是它中间这一块呢是有小秘密的，因为它有两个小磁石嘛，是可以去散发微弱的磁场的，比你老公吃再多枸杞都管用。尤其是夏天男生都比较容易出汗哈，它中间这一块是属于温感面料的，平时遇见湿气潮气了，你看吸湿排汗的效果就特别好。我可喜欢这个腰头了，不勒肚子的同时露出来也是不会尴尬的。关键这三条到手还不贵哈，都是男生很喜欢的颜色，